连长，小鬼子马上追上来了！开！又是你！ 兄弟们，跟他们拼了！拼了！给我上子弹！停！别等。 这帮鬼子有车不坐，为什么和我们一起走啊？我告诉你，皇军的情况，你猜他干嘛？啊，是不是？去去去，走走走。
他们来了。热手雷，站住！啊！我那么多兄弟，一个狗汉奸！是你逼我的，逼你？我们怎么逼你了？是你非要去打鬼子，跟了游击队，什么都不管。可是小鬼子一炮就能把黑龙山给炸平了，我能怎么办？啊？你问问兄弟们。谁愿意去死？哼！我还告诉你，我现在是警备司令，是正规军。我这是带着兄弟们弃暗投明，懂吗你？放你娘的屁！黑狼，以为你是对弟兄们好吗？你是带着弟兄们去当狗，去做汉奸！奸！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兄弟。走，快！